各位观众，我刚才发现一个非常悲催的事实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画面好像跟上一次不一样了？我中间居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我的录影程式居然停掉了！不，我超级懊恼的。我稍微解释一下我现在的状况好了。我拿到了，我前往，我拍完照之后，我就前往邮差那边去拿了。那个系统送我的新的服装还有一些东西，然后我就跟着一些任务来到了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云什么的，我不太会念这个字，云真还是云盛吧，差不多四川那一带的。然后进来之后发现说这边就是五毒门派啊，而且还是五毒门派的那种正中心。然后我一传进来我就非常开心，然后就开始到处拍照，就有那种感觉就像我来到偶像的房间一样，所以我拍了非常多五毒的照片。好，然后我们遇到了五毒的红料姐姐，红料姐姐现在把我们送来这边找小廖，然后小廖他就是这家伙。小廖刚刚让我们去打前面的窃贼，结果他刚走过去，窃贼就赏我一个毒，然后我都被毒死了。所以我会回来找小廖，看他能帮我怎么样。然后小廖他就说 ：“OK 的，包在我身上，我教你一个秘术。”然后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，然后我就有点隐身了。唉，感觉超那个的，所以我刚刚整整半小时我都在一个人自言自语。我的天哪、啊、我的天哪、啊啊、咋咋咋啊、等一下，如果有机会我再回去给你们看五毒门派。这个地图真的非常的漂亮，你看看这个场景的精细程度，你看看那个远景，你看看那些远景。 Oh my god， 我刚踏进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尖叫了，超美的这个地方。然后我刚被毒晕的时候，我好像听到了一种迷之音。奇怪，怎么昨天好像有人在我附近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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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香囊，原来赃物都藏在这里。终于找到玲玲姑娘的香囊了。好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上衣服不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这件就是我刚才去拿的，这一次活动，其实也不算活动，它应该算是官方回馈。为什么我一直讲错？回馈、哦，天哪 ！Oh my god！ 回馈给测试玩家的外装。OK， 好，这次没有念错了。天哪，我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我状况不好。好，我稍微给大家 run 一下，这套外装真的超好看的，它有点褐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我念褐的时候都很像吐痰一样，褐啊！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这套套装呢，你看看它的衣服，超美的。然后腰间这一块也是它这次送的外装，是一个叫什么镜的，忘记了。然后手套一样有褐的一些样式，超漂亮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最棒的莫过于这个地方啦，是手臂耶！这种在古装真正的古装里面绝对不会出现的设计，在这边就出现了，觉得超漂亮，锵锵，超美的，有没有？哇、哦、天啊，这地图真的很漂亮。你看看这个场景超精细的，连远景都拍得那么清楚。拍一下。哦。然后我一直很好奇，我刚听到那个小女孩的歌声到底是场景的声音吗？也不太像啊。真可惜没让大家听到。哎。小廖，你看不见我。我终于拿到香囊了。我喜欢玲玲姐姐，她人很好，能帮我找回香囊我也很开心。能帮她找回香囊我也很开心，多亏你那厉害的秘术。那当然，这是我们大武仙教不外传的绝学，可厉害了。等我再修炼了几年，连你也看不见我咯。大武仙教可就是五毒，中原人总是称我们大武仙教为五毒，总以为是异帮异类。你这么热心，难道会是异类？哈哈，你人也不错，快把香囊带回去给玲玲姐姐吧。好，再见了，大武仙教的小妹妹。耶、yeah ！与小廖离开就可以
送我回开封，先等等，我现在还不想回开封。九里谷，嗯，等等等，为什么我在跑步？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看这个地方。哎呦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怎么可以？我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回去呢？话说这里有桥梁哎，我可以上去吗？等等等等等，你不要一直跑啊你！看看哦，应该这条桥就是连到五毒门派内的吧？那我要上那座桥，上那座桥。可是这种回溯方法实在是让我非常的不安啊！哇哇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好美哦，我的天啊！超美的，超美的！哇塞！哇塞哇塞！好壮观，好壮观，超壮观的。好，我要跳到桥上去。我看看哦，从这里跳吧。哎咻！哎咻！哒哒哒哒哒哒，不行，卡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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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哒哒哒哒哒。啊！白白浪费了内力，掉哪里去？哎咻！我应该往前还是往后？往这边好像比较近一点。嗯，我下面好多玩家在用自动引路。哎、欸，跑起来啊你！我怎么觉得超难控制的？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好，上去，上去！啊，为什么最后一下？为什么你最后一下没有跳？等一下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为什么你最后一下不跳上去？哦，好了，随便了，上来了，总算上来了。总算上来了，哇塞，这地方 ，Oh my god！ 不行，这个一定要拍照，这不拍照对不起自己啊！我说，我让他往前走，往前自动跑要怎么跑？嗯，嘿，拍照！天哪，这地方超壮观，有没有？哇塞，是鹤哎、欸，还是老鹰？哦，天哪，这地方超壮观的 ！Oh my god， 我一定要选到五毒门派，我超想要当五毒的。我一直去申请精英服，但是一直都没有上，他一直都不让我去精英服，太难过了。我好想要当五毒哦，五毒是我最想玩的门派。哎咻！嘿，上面那只感觉好像秃鹰哦，是我错觉吗？上面那只真的很像秃鹰哎！天哪，这张可以当？嘿咻！这张可以当桌布了，我说。嘿，刚好要上面那只老鹰飞过去才行，而且它这边还有微风吹动的感觉呢。呀呼，满足！哇、啊，还有前面那个地方，我一定要让大家去看一下前面那个主殿那个地方，那边超美的，应该说整个地图我都觉得超美的。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！不要在桥，千万不要在桥上玩耍，一下就跳到下去。哇塞，下面超深的、欸、！Oh my god！ 哦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，这场景，我天，真是那种壮观感难以形容。这一定要多拍一点。
走吧。嘿，我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。怎么你那边跳出去会变成这样子？求解释，好可怕，吓死我了！哇塞，你们这种建筑物怎么搭的啊？哇塞，我刚往下看，我整个脚都软了。要不是我会轻功，我早摔死了吧我。这边就是五毒了，超漂亮，有没有？上面还有个五毒弟子，去看一下，看是不是帅哥。欸，哥哥。一个，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，来来来，我坐你旁边，我坐你旁边，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，帅吗？帅吗？哦，好像还可以耶，合照合照，观众表示逆谁啊？好帅耶！虽然不是我的菜，但是也还不错，这至少可以还吞得下去了，跑起来！哦，这里有好多五毒教，五毒长老，看一下，哇塞，哇塞，帅大叔哎，他肚子上有好多刺青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嘿嘿。然后前面有很多很多玩家，几乎玩家来这边之后就会被就会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上走。这边真的超漂亮，你们看看这画面，我超级想要当五毒啊！请叫我五毒厨，谢谢。我想多逛一点哦。可是如果照我右边的。照我右边的任务栏的话，我是要哦马上欸，我应该是要去找小廖，让他把我传送回去的吧。这马上现在好像还没开放。我刚来的时候，我也是有一些商人，我想去找他们讲话，但是他们都还没有开放。我觉得官方应该也是在趁这个活动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说，来看看哦，五毒就长这个样子哦，想玩吗？想玩吗？来申请一下基因符吧，哈哈，你申请的我不给你进来哦，大概那种感觉吧。可恶啊，计划通啊，我绝对不是在宣泄我没有办法进基因符的一个那种怨念。看我的鹤翱翔吧。穿这一身衣服，然后使用轻功。这边可以叫风小，风小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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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打卡住了，驾！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不往前跑呢？哇塞，这门派很大哎、欸！九里谷，我现在想要往右边跳，嘿，呀哈，咦哈，哇哇哇哇哇，这啥 ？Jump！ 我好像原本是要，去找小廖，啊，很近了。我就知道我的方向感一向都很好的。嘿，送我回开封。OK， yeah。开封，我回来了。嘿、欸，嘿、欸，这地方是哪里啊？这开封外面吗？前方又是哇哦！哇塞，这地方
我觉得他这游戏的远景都做得很漂亮，那种壮硕感。哇塞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开封出去也是很大一片，我想去逛一逛哦。嗯，虽然很想逛，不过我们先完成任务好了。夜开，驾，风小驾。驾驾风小驾，驾驾风小驾驾驾。哎，得得得得，哎，你怎么跳下来了？驾！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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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！哦哦，好有趣哦！我要看一下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哎，哦，哦，这好有趣哦！噔噔噔噔噔！我们是Roy，虽然有点卡帧的感觉，这应该是20fps 的舞龙武士。嗯，虽然卡卡的，不过还蛮有意思的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小尾巴？咦？咦？诶，小耳朵？龙先生？不要在意这些小细节，好吧？好热闹哦！酒吃醉三千，一百等呢、欸，好像一百等呢、欸。酒剑仙的 feel， 我发现他这边市井的热闹感做的好好有那种感觉，好有气氛哦。我觉得应该是音效的关系，就那种热闹的那种人声的鼎沸感，然后再加上这边玩家那么多，真的很有 feel。这点还做的还蛮不错的。还有那种真的回到了这个开封的那个时期一样的感觉啊，太多人了！呦呼，跟我讲话哟！好想快点到晚上，我就可以看烟火了。哦，叶大侠，我已经将香囊找回了，可是这个儿……哎，对对对，对，就是他了！不必客气，小廖也帮了很多忙，小廖。这孩子别看他说话糊里糊气的，其实是个十分善良的孩子啊！打打打打打！不要再回缩了，跟我讲话！又……哦，又在那个……啊！啊打打打！嘿哟！麻烦啊！哦，我重新登记好了，不然我永远别想解这个任务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端午节活动的关系，好多就今天各种卡，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玩家一口气增多了吧。重新进来后应该会好一点，但愿如此啦。哇塞，前面怎么？哇塞，前面有个人兄直接脱光光了。劫，夜开，嘿，嘿嘿 ，you you， 你到底要不要让我完成任务啊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？好的。我都已经好的了，你啊，天啊！这次干脆什么话都不跟我讲了吗？粽叶飘香，香囊奇遇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变了？
哈，等一下现在是怎样啊？啊，哒哒哒哒。交长诶哒。哈？怎么变了？端午粽子目标1111。佳节粽子可对好友使用。群侠令，佳节令，所有节日通用，完成各个可在开封兑换。啊，才五个哦，他才给我五个，然后外装要多少个来着？他又在怪怪的，外装要60个哦。休闲座也要60个，可是我觉得外装比较重要啊，它外装是这次限定的，唉，麻烦。李四方，您的修为即将溢出。粽子第一人，粽子，买粽子，买粽子咯。哦，看到了。刚进的上等猪肉，女侠你来正是时候啊！太好，来一斤吧。好嘞，女侠拿好，谢谢。全书吗？全吗？买粽子，啊，把肉带给四方，李四方。哇，现在还注意到，哎，好酷，哦！天哪，这，哇塞，这东西，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它？等下上面也提了太多玩家了吧？有一种大家都要上来爬一下的感觉，好酷哦，这有好有趣。拍照拍照，这要拍这要拍，这必拍啊！然后我发现我运镜怎么变超慢的。这种运镜根本都可以拍，这种运镜都可以拍，都可以拍影片了。我说，太慢了啦！然后我发现天色暗了，哇，有一匹马飞在天空呀，啊！天啊，那什么东西？太酷了！呵呵，啊，下雨了。天啊，这画面好酷哦！是龙欸，我要来看一下我的人物角色狮身后的样子，看看这在雨中缓缓飘散着衣法的女人。为什么我一靠近他，我的胸部就会破掉？嘿，再一次。等一下，我总觉得我的运镜越来越慢了。啊，麻烦，算了，不要了。打雷耶，天哪，
我刚那个眼神好帅哦，好帅。我有点想看我这件衣服，不是这件衣服，应该是我这个发型配我原本我换的那套紫色衣服会怎么样。胜袖无缺袍，哦，好搭哟，好搭好搭。果然这件紫色衣服跟我这种脸型比较搭，很有那种坏女人的 feel 吗？哇，看看这个眼神。是说我怎么觉得我衣服都没有湿呢？我记得我刚有看到湿身效果的，怎么现在就没了？哦，有了一点点。太自拍了，太自恋了。超自恋的吗？我看到这个眼神，掉这个眼神，这个眼神。啊，不玩了，真的不玩了，真的不玩了，应该啦，不玩了，暂时不玩了。先把衣服换回来吧。李四方，四方，四方会让我想到餐种，是餐种吗？咕噜 ，Tokyo 咕噜的那个四方先生，连四方先生，粽子材料找来了。废话少说，看好了，这心甘情愿的跟李四方学做粽子。客官，你学的真快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做好了吗？是的，快看这粽子，是不是看着就很好吃啊？这只是许多种粽子的其中一种。诶。少女，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，可是各地奔波学手艺，今天才有今天粽子第一人美誉啊！不不不不不，粽子第一人，这粽子我可以吃了吗？我只想吃粽子，我不想学怎么做粽子。当然可以啊，不过我更建议你把粽子拿给酒吃。他那虽名酒吃，却也十分爱吃粽子，很奇怪不是吗？我才觉得你讲的话很奇怪嘞。好好好好好，我马上去，我马上去。酒吃就是我刚刚看到的那一位吧？呦呼，跑起来哦，跑起来哦 ，run run！ 酒吃，您的修为已达最大限，是这样没错啦。但是我没有可以学的东西。嗯，酒吃。呦呼，你的酒好在哪里？这位女侠有所不知啊，我的酒都是以世间最好的材料酿制，口味独特，绝非其他人可以随意仿制的。前辈似乎对云神嘛颇有感情，哎，就是过往之事不提也罢。来，尝尝我酿的雄黄酒，品尝一口。老夫酿的雄黄酒，呜、哦，身体有些不舒服。这不是不舒服而已吧？我整个人都隐形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曾想问你，怎么会这样嘞？什么奇怪的酒啊你？刚才发生什么事？为何你会五毒秘术？我并不会将那个叙述讲了一遍。原来如此，女侠竟有此经历，也算是和
云什么啊，叫云真好了，随便啦，云真有缘之人，我的酒可是有助五仙教功力的，之后若多饮我的酒，说不定哪一日也可以领悟些许的秘术哦，哈哈哈哈。好吧，酒痴前辈似乎有些奇怪，我也觉得他有些奇怪，可是不是有些而已，我觉得他蛮大的奇怪的。好，可以领到神秘礼物了，佳节限定。应该就是我前面我买过，我才一下子，你又在那边回溯神马，是漂亮的大姐姐呢。购买佳节礼，哎，去找丁玲玲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，嗯。购买佳节礼，买一买好了，反正我刚得到那么多金，这些金不买也浪费。他说每天可以买十份，是不是？客官，不要嘞，今天的购买次数已用光。来吧，让我看看我的手气能得到什么。二级历练丹，哦，还有什么呢？哦，烂银扣跟千江酒，上好的丝绸，什么时候可以晚上呢？我好想要看烟火、哦。看一下，现在是现在已经游戏时间快要八点了，所以如果这场雨没了的话，就可以有烟火咯。我拭目以待。嘿，领取佳节礼物，李四方的粽子食材似乎又短缺了。我觉得我今天怎么在念台词的时候都那么绕口啊。来来来，粽子，李老板有事要我帮忙吗？来的正好，啊哒哒哒哒，好的，开封赤豆，哪儿？哦，好远哦，我看看哦，在这个角度过去。这种距离直接用轻功啦，飞哦，风小驾，哇塞，下大雨，真的是下大雨，而且它那个雨跟那个雨声超级逼真的感觉，你真的是在雨中奔跑的那种感觉，你也的确在雨中奔跑了。然后我觉得这些 NPC 超淡定的了，姑娘你也太淡定了吧，我说姑娘，哦，这里是我把屏障关掉好了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玩家的踪影，是这个方向吧，到城外采豆子，天机赏分，兴亡酒药，哦，赤豆。好多豆子哦，采豆子，耶、yeah ！
回到开封交给四方啊，好远哦，护龙河，哇塞，霸气哦，我就踩你这龙过去，超屁孩的，哎呦，爬墙爬墙，这里面应该不是皇宫了吧？这里应该不是皇宫了吧？我说，哦，防具商哎，稍微看一下。哇，红尘紫墨，红尘紫墨袍，嗯，是我身上这一套吗？好像也不是，江天一色袍，嗯，进来了，风小驾。超车！哇塞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位书生怎么是逍遥学士翰林书院？那位书生是怎样要跳楼了吗？不要想不开啊，人生是很美好的。哦，哒，你怎么跳下去了？不要！哎、欸，他哪去了？我的，麻烦嘞、欸！哎呀，怎么跳？哦，一直回溯，在回溯什么东西？我要去找那个书生，我要去劝他不要跳楼。这世上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事物的，怎么可以让他这样跳楼呢？您说是吧？走，我们上去找那个书生，我们要劝劝他放下一切忧愁。哎、欸，哒，哎，哇，差一点你又下去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咻，哎呀，我说书生啊，你怎么可以站在这个地方呢？咦，这位少侠来得好快。没错，我便是十五位逍遥学士之一。不过你这小友可真糊涂，若不按活动顺序找到我也是无用。哈，活动顺序是这个吗？原来他是活动的。我想说他怎么站在这个地方是要跳楼是不是？好吧，既然你没有的话，那我就不用担心你了。哎呦，那我刚刚发现这边有外装店，身为一个外装党，一定要来看一下外装店。啊，劫道封城。嗯，超贵的鞋子，金钱不够不能买。街道封城，这都一样。可惜啦，可惜。风小，来，粽子，粽子，我卡住了，粽子，好吃嘞，我知道，我卡住了。哦，彩豆来了，不客气。去找丁玲玲看还有什么任务可以帮忙的。群侠令、佳节令，哎、欸，我佳节令已经十五个了，好快哦！一秀，领取佳节任务，又是你，你这个粽子狂！事情那么多，又要我帮忙，什么要我去哪里？江南，有木有搞错啊？一夜兰，江南一夜兰，
这边离车夫还蛮近的，我用传送的好了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再用那个神行。哦，这什么？佳节限时？诶、欸、咦咦，他不在另外一面吗？我怎么记得他在另外一边？还是说你是双胞胎？蚂蚁，走，我们去找车夫。江南，启程吧！启程吧！江南，确定前往。去江南应该就不会那么回溯了吧？我觉得今天可能因为活动的关系，开封整个大累个。哇，好久不见的江南呐、啊！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是什么？四名雅集啊！我现在39等，那就差那么一点。有点距离，哎呦！我要用切西瓜的方式过去。嘿，哟呼，侠女来也，耶！一夜蓝，我看到了。一夜蓝，一夜蓝，好，回去找李四方。在开封，不溜回去喽。皇城，我们回来啦！进入皇城就要切换成智能模式，不然实在太那个了，受不了啊！我现在要跑步，他又不能跑了，真的是非常的回溯。哟呼！哇啊！超回溯的，我会不会等一下到那个李四方前面，然后又回到车夫那里去了？总觉得好有可能哦，好担心哦。啊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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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快，跟我讲话，不然我要回溯了。不，哦，果然回溯了。啊啦啦啦啦！不要啊！我懂吃打吃，懂吃打吃，懂吃打吃。跳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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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我姐姐。我不要粽子，我要任务。终于来了，快点快点通过，让我通过。不客气。我在哪？咔咔的，懂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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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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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怒重登，
我后面这边还有 NPC 走来走去。我在想，我现在按下开始游戏，会不会又冲？会不会要？会不会宕掉？哦，还好没有，吓死了！买粽子喽！叮铃铃，你说我刚解成了？哎，有哎，加结定20个，22个，22个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好像很漂亮的姐姐，哇哦，美腿耶！好像有些，我好像看到有一些服装是可以在打野外小王的时候就可以解到的。为了粽子，领取佳节任务。哦，超级那个节庆，恩童父母。当日次数已用完，明日再来。好哦，超累哥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拿到嘞，龙先生！啊啊啊啊啊啊啊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有，我前面拿到了，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任务了，快点去接。龙先生，啊！不要再回溯了，超烦的。我总觉得我跑一段路跑得超辛苦的。天啊！哦，终于过来了，龙先生，快跟我讲话，我时日不多了，我会回溯啊。龙先生又见面了，第一次见你吧。龙先生，龙先生，啊！啊、哦！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超累哥的，超累哥的。又见啊！又见面了！快快快快，按！找到小尾巴，小尾巴不就在旁边吗？哎，不对，这边是小耳朵跟小拇指。找到在九仙居二楼玩耍的。九仙居听起来好像九楼一样哦。你一个小朋友跑去九仙居玩耍，这样对吗？拍卖房、乐坊，九仙居，哇，有黑街，好想去看看哦。找到小尾巴，找九仙居就在龙先生正前方的街对面，这里吗？心悸，心悸，我想到我想到的是心脏的那个心悸。布装，杂货。他说对面，他龙先生对面的那条街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
哇，是这栋哦，好大哦，九仙居。留言，哎呦，哇哇哒哒哒哒。嘿，这看起来真的像九楼哎。这里有玩家吗？我先把屏蔽关。哎，我怎么又跑到一楼了？果然我在楼上看到玩家了，看到我跟着玩家跑的方向就对了。怎么那么多玩家？我总觉得好像在找什么躲猫猫一样。嗯，没有找到小尾巴，该不会这些玩家都在找小尾巴吧？好有趣哦！我就看到一大堆大侠，然后在二楼那边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找一个应该是小孩子的东西。他说在二楼。九仙居二楼玩耍的小尾巴，哎，怎么又回溯了？哦，有了！啊，别走，你这小屁孩！哎呀，你好啊，我是小尾巴，小尾巴大姐姐你好，回去吃东西的。好的，我们走吧，跟我来，快带他回去。是我该不会要？我可以直接跳过去，没关系吧？嗯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龙先生，龙先生。拎刀欸，我把孩子找回来了，不必客气。这是过了没啊？好像过了又好像没过，应该是过了吧，不用在意这些小细节。好吧，欸，有欸，过了过了，29个。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解的次数应该已经用完了吧，我觉得，所以等一下可能叮铃铃他就不让我接了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哎到哎哎哎哎哎，耶耶耶，给我听，转过来转过来，讲话讲话，激昂讲呵呜画画会不会？又是回溯，咔咔的懂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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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跳针，领取，还能领吗？当日次数用完，请明天再来。果然不行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关于端午节的实况应该差不多到这边吧。在接下来的几天的端午节活动应该也是类似的东西，只不过是一直重复同样的动作，然后让你去取得那个加解令。不过其实他这样子如果一天三次的话其实还蛮快的，这样我应该很快就可以换到服装了吧，我觉得。好，最后再来跟大家看一下我这件的衣服，噔噔噔噔。好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回再见，大家拜拜。